小坚果，欢迎你来我家做客。我家里也没什么可以招待你的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那里不是有苹果吗？我吃苹果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的，我这就去给你洗苹果。苹果洗好了，快拿去吃吧。哇！这苹果的味道好奇怪呀。哦，都是新鲜的苹果，怎么会有奇怪的味道呢？应该是没洗干净吧。我用自己的口水仔仔细细给你洗的苹果，怎么会不干净？吃苹果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